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相信所有的投资人在过完春节之后，第一天股市的大涨548点之后，就在这几天当中，各位已经非常的疑惑，到底台湾股市要怎么走？各位，你也一定有一种想法，有够乱，乱到不行，各位对不对？其实各位，不是你在乱啊，是三大法人主力大户都没有方向啊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一档股票，它可以搞不好可以从跌停拉涨停，也可以从涨停干跌停，有没有？甚至一档股票，当你早上看的时候是红的，各位你出去走一下买个早餐回来，各位变黑的，甚至于你把它杀掉之后，哎，你想说，哎，杀到最高价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啊，怎么还有更高价？各位非常乱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种行情哈，三大法人主力大户全部在炒手续费，听得懂吗？炒手续费，因为现在肆无忌惮，没有政府了，知道吗？没有政府的情况之下，肆无忌惮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很早以前还有内线交易？现在没有什么内线交易啊，已经没有什么内线交易啊，听得懂吗？只要你有钱，你在股市里面上下其手，各位理所当然，只要你运气够好，你赚大钱。各位，我今天有一段 VCR， 你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在放假之前，在放假之前哦，还没有开盘哦，放假之前哦，封关之前，陈立豪跟你讲，你就买 AI 的股票，有没有？陈立豪不是跟你讲吗？你就买 AI 的股票。我当初在电视节目上一直给你拿这些股票，你记不记得？在封关之前哦，各位你听清楚哦，过年之前哦，我跟你们讲，2023年兔年的投资组合里面，各位这些股票在过年前的节目里面，九天连续九天的节目里面，我都跟你讲这些股票，各位。开红盘的第一天，开红盘的第一天，2月15号，天哪！这九天你有看我的节目吗？给我当初随便提到的维盈不是涨停板吗？技嘉不是涨停吗？双红不是涨停吗？智源不是涨停吗？神盾不是涨停吗？力旺不是涨停吗？还有一个台光电也涨停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。那我当初2月15号大盘大涨548点，全市场哇举国欢腾，很多投资人都是这样哦，开盘之前封关之前都不会买股票，都不会买啦，看到大涨那一天涨548点，带着钢盔赶快冲，赶快买。我当初跟你说什么？你看这个侧标，我当初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有一段 VCR， 哥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那天的 VCR， 我跟你说什么，好不好？那你再回来，等一下我再回来印证这几档股票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，而且我跟你讲的股票一定来回做价差。我陈立豪讲到我一定做到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封关之前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，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，连续九天就这些股票。各位，封关开红盘第一天，2月15号。总共有7档股票全部涨停板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九天你有看我的电视节目吗？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现在看一看，你现在看一看我的 VCR， 我怎么说好不好？那我讲完之后，你看完 VCR 之后，我等一下印证股票给你看，你帮我鼓鼓掌就好。然后各位，还有一档股票，我上个礼拜五神盾是不是连攻两只涨停板？神盾是不是连攻两只涨停板？我是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，我放空神盾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各位，今天神盾啪往下杀。各位，你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各位，先看一下我的 VCR， 大涨548点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 AI 的股票会拉回修正？我其实那一天我就跟你讲很清楚了，请看 VCR。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做股票你不要怕跌停啊，做股票你不要怕杀盘啊，我最喜欢杀盘啊。各位，如果你在过年前你没有上车，没有买股票，你今天去追股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明天风险就很大了。
我直接跟你讲，今天很多股票我们全部站在卖方，你知道吗？那各位，如果明天再开高，如果有机会开高，我跟你打包票，我一定放空，我一定放空。我做事我不扭扭捏捏的，我就是陈立豪，我直来直往，我也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你明天敢来抢股票，我就空死你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 VCR 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开红盘那一天大涨548点，我只是出股票，我就出股票。我说如果隔天你敢来追，我一定放空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一只一只来印证一下。如果你去当天你没有出为盈，你是去追为盈。各位注意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你看那个为盈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我们直接看，你看连跌三天哦。各位，2月15号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们通通出股票哦。刚刚的 VCR 已经给你看过第三遍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看两遍，有没有？今天再看一遍，逢高获利了结。各位敢上来我就放空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已经在提醒你不要追股票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当天涨停板的微盈，各位你看连跌三天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再来看看，各位来，那个如果说各位，我们看3661的四星 KY， 你看是不是创新高之后连续连跌两天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各位，你再看看技嘉今天也是一样，各位就看2376，你看，看今天技嘉，你看跌了14块。各位，你再来看看双红，来，你看3324，各位你看今天也是跌的。各位，你再来看看智源，有没有看？看智源，你看，各位智源也是跌了多少？跌了26块。各位你看，你看智源跌几天？跌了的，除了那一天，开红盘之外，我们不是叫出吗？你看连飙连跌两天下来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跟你说什么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很多人每天都喜欢听那个技术面、基本面，听那个要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听那个东西到底想干什么？什么技术面、基本面？各位，开红盘的那一天，所有的投顾老师，包含座谈会的，都跟你讲20000点一定会到，你叫他去撞墙啊！真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你再看看当初的利旺，当初涨停板的利旺，你看更惨。各位，你看更惨呢、啊，有没有？跌得更深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跟你所讲的，我都打在侧标上，我的 VCR 也给你看得很清楚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再来讲神盾好不好？再来讲神盾，各位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真的要相信，真的。你今天是因为真的，说实在，很多人并不是我的会员，我没有办法在盘中4.5个小时来带着你做，除了是我自己亲带的会员之外。各位，你看那一天，同样是那一天，2月15号，这些股票我不是跟你讲要出吗？各位，我买什么？我2月5号买回神盾，买神盾买跌停，知道吗？买跌停啊。各位你看，2月5号我不是拿给你看过了吗？我当初不是讲请认真看完我赖的内容吗？各位，我那天2月5号不是讲会员注意6462的神盾太好了，被安国的跌停带下来，现在赶快去买进。然后第二通我说什么？会员注意机会教育，请大家只要依照我的建议做就好，因为今天是封关日，我早上已经告诉大家了，三大法人主力大户市场丙种的基金，那个资金筹码全部会非常的乱，因此我早上已经建议大家能不动就不要动，除非我讲的价位有来。那各位，我讲的价位接近跌停，赶快去买。你看6462的神盾达到跌停了，马上看到马上通知大家抢跌停附近 251.5， 这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。结果买到之后连飙两天，你看各位，买到之后连飙两天啊，连飙两天，各位连飙两天涨停板。那各位，当他飙上来的时候，我陈立豪跟你说什么？哥，你记不记得这一张？你回去看一下网络重播好不好？2月16号，冲到304块涨停板，我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放空吗？我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我赚了52.5块放空吗？你敢空吗？你有相信吗？
那一天我拿这个给你看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有没有？涨了两根涨停板之后，2月16号不要去放空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去做吗？各位，你看，你先看安国就好，来，各位，安国被干到跌停板啊，今天被杀到跌停板，那一天不是涨停板吗？那一天不是很厉害涨停板吗？我为什么要去空神盾？你看，那一天神盾也是涨停板呢、啊，那一天神盾也是涨停板304块呀、啊，我为什么要去空它？各位，空它刚好而已啦。各位看，今天杀到288，刚好而已。我从头到尾我都验证给你看，刚好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市场没有什么叫专家，没有。这个市场没有什么叫专家啦，专家眼镜越戴越厚，听得懂意思吗？一直跌破专家的眼镜。那些在象牙塔的人哦，我告诉各位，就像一些人不懂得人间疾苦，知道吗？一些象牙塔的人呢、啊，在他不懂得人间疾苦，只会放屁，听得懂吗？整天讲一些废话，就像一些法官，一些有没有恐龙法官有没有？如果他家人没有受到伤害，如果他家人没有死掉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他搞不好他不懂得那个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懂得真的痛，他搞不好就判这些杀人犯，判这些王八蛋，结果呢，哎，没罪无罪，或者是干嘛缓刑？如果他家里有死人，你再看看他敢这样判吗？同样的意思嘛。同样的意思嘛，我这个人讲话很直接呢，我不会拐弯抹角哎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嘛，2月15号开红盘大涨548点，就我就是出股票嘛，哎 ，VCR 等下再准备一下，再给全国观众看一下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，封关之前讲到的几档股票，12档里面我们有7档股票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开红盘那一天呢、啊，那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开高要站在卖方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看当初我跟你讲了，微盈涨停，各位你要卖吗？你看，你如果不卖，很简单啊，杀下来3天。各位，技嘉当初也是一样啊，你看2376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也是杀下来啊。各位，你看看双红也是一样啊，3324，对不对？你看3324，对不对？也是杀下来啊。你看看智远也一样啊。3035有没有？注意看3035，你看杀下来啊，不是一样杀下来吗？那个利旺也是一样啊，你看3529，全部杀下来的啦。对了，四星 KY 3661也是杀下来的啦。各位，这些 AI 的股票，我怎么带你进？我一定负责带你出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 ，AI 死掉了没有？没有死啊。AI 没有死啊 ，AI 没有死，我等一下告诉你原因好不好？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还会创历史新高。只是你会不会做而已啊。所以各位，我那天就跟你讲了嘛，这些股票都是出嘛，都是要出的股票。那各位，我买回呢，买回神盾，你知道吗？买神盾呢，我打在侧标上哎。你有看到哪一个白痴智障老师会打在侧标上？只有陈立豪啊，因为我很实在，我实实在在打在侧标上，只是要让你看一下社会还有一个公正，社会还有一个清流啊！你听得懂意思吗？你如果还听不懂，你就退出股市，你不要做了啦。听得懂吗？你就退出股市，不要做了。各位，2月5号不是跟你讲买吗？买神盾吗？哎，买了神盾之后，各位6462飙2天呢，飙2根涨停板呢。啊，各位，飙2根涨停板，一般的投顾老师，一般的笨蛋，一些阿呆，一定是哦，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对不对？我甚至于礼拜六、礼拜天还看到一些人家的节目，有没有？嚯、哦，神盾很棒哦，安国很棒哦，赶快来去买哦，去戏肉了。各位，你看我放空呢，我放空，结果你看今天，你看今天跌16块，你看那安国有没有？今天还干到跌停板，你看。他们比较厉害还是我比较厉害？而且我在电视上都说给你听了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就放空给你看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做股票没有这么难呐、啊，难在你的心里面呢、啊。所以2月16号当天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敢空吗？你敢空吗？放空哎、欸！各位，今天多少啊？今天多少？288，对不对？各位，
其实哦，很多的事情在盘中四个半小时就已经在做决定了，不是在那每天在收完盘之后再看这些投顾老师在讲一些屁话，讲一些吹牛的话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各位，各位来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被我们出掉的 AI 的股票，各位有没有机会？我让你看一则报道哈，我刚才看一本，各位，你看哦，今天 AI 拉回对不对？今天 AI 很多的股票拉回哦，很多的投顾老师哦，又开始会跟你讲哦。哦，嗯，这些 AI 开始要拉回修正哦，哦，因为哈、哦、市场预期哦，本周 AI 哦，这个辉达、NVIDIA 要公布业绩了，市场早就先反应过了，哦，早就反应过了，所以大涨之后拉回修正，这不是屁话是什么？这叫神经病讲的话，叫屁话，知道吗？各位，现在已经提前拉回了，我过年那一天开红盘那一天就已经出了，对不对？出了拉回修正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个礼拜 NVIDIA 要开始怎么样公布业绩，要法说会，各位市场预期我也跟你讲，预期就是好了，不会差了。那各位你再看哦，你再看这个报道，如果假设市场预期 AI 是未来五年的机会，好，那各位你看看这个报道，注意看啊，假设啦哈、哦，各位来，你看这个就好了，给你看一下，各位注意看了、啊，辉达的目标价是喊到1200块美元，哦，那各位如果辉达的目标价可以喊到1200块美元，现在600多块700美元，各位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00多块的美元会涨呢，那各位那 AI 的股票还有没有机会？废话嘛，当然有机会啊。那你怕什么？那你拉回你为什么不敢买？拉回你就要买嘛，各位拉回就要买，知道吗？啊啦，怎么买？跟着我买就好啦。你如果不会买，那各位那没办法，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啊，我带你买。各位四星搞不好到了哦，微影也到了哦，技嘉也到了哦，智元也到了哦，很多的 AI 拉回又可以买了哦。我这个人讲话很直接，我不会去讲那些屁话，知道吗？这个社会就是太多的屁话，所以造成社会的动乱，社会的乱源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三大法人主力大户没有方向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根本也不懂嘛，就是钱多而已嘛，运气好而已啊。我跟你讲，你都不相信哦。我在股市35年，36了呢。我跟你讲，你都不相信。各位，那一天你看，我说啊，市场开红盘那一天，2000只股票里面56家涨停板才2.8%，我的12档股票里面有7档股票58%完胜。各位，我完胜之后还在电视上跟你讲要逢高站在卖方。哎，还有几分钟，好，我们 VCR 全国观众，你再看一次，我没有骗你哦，你再看一次又看第四次了。那我是不是跟你讲逢高我站在卖方 AI 股票，不是逢高站在卖方，请看 VC 啊。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，做股票你不要怕跌停、啊、做股票你不要怕杀盘、啊、我最喜欢杀盘、啊、各位，如果你在过年前你没有上车没有买股票，你今天去追股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明天风险就很大了。我直接跟你讲，今天很多股票我们全部站在卖方，你知道吗？那各位，如果明天再开高，如果有机会开高，我跟你打包票，我一定放空，我一定放空。我做事我不扭扭捏捏，我就是陈立好，我直来直往，我也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你明天敢来抢股票，我就空死你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了第四次的 VCR，我这个些节目我也是播给那些投顾老师看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播给那些座谈会的那些自认为很厉害的人看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真的是很多都是屁啊，听到吗？不懂股票啊，真的不懂，涨说涨，跌说跌啊，这种我跟你讲，叫小孩子坐在台面上来讲的，每个人都讲的比他们还要好，而且更真诚。你叫小朋友来讲，不是很真诚吗？人家也不会说他是骗子啊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各位，AI 的股票，你再看我陈立豪，还是趋势的，还是趋势的。
四星 KY 照样创在创历史新高了，一样啦，没变啦。各位，美国我的两个美国分析师朋友告诉我，他们的上面的陈锋告诉他们，只要 AI 拉回，全部买 AI。是各位，如果辉达真的目标1200块，你在怕什么？你惊啥？对不对？假设，而且未来全部都是人工智慧，一样啊？难道你否认吗？你否认吗？不可能否认嘛。所以很多的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就像当初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华晨1519的华晨，我送给你们的超级大礼物华晨啊，你看华晨啊，各位你看华晨涨到跟什么一样，今天再创短期新高530年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你要懂得怎么做股票，各位听得懂吗？那各位真的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真的我可以帮得到你啊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不要再看了啦，真的你看得越久你会死得越惨啦，把它放一边就好。那各位真的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有机会300万变成3000万马上来电。而且各位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现在很多的 AI 的股票真的趁着机会拉回，然后各位本周最重要的就是辉达的一个法说会，知道吗？好，公布业绩嘛，那法说会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那一定是好的，不会不好啦，绝对是好的啦。那好的时候各位你要趁着这两天震荡的时候，哎，开始先布局一些，你听得懂吗？那这些股票你不管怎么买，如果你真的不敢买，你可以用333哲学，听得懂吗？哎，假设哦，你先买三分之一，你认为这张股票不错，哎，那拉回再买三分之一啊，再下来再买三分之一啊，平均一下 balance， 到时候啪上去获利出场，完美，不就这样吗？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做股票要用脑袋，不是靠用嘴巴，要靠脑袋去想，知道吗？要怎么进要怎么出，我带进的股票我一定负责带出。各位神盾打下来了对不对？神盾如果再打下来我再买给你看，听得懂吗？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金融限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利豪在电视上所跟你们所讲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拐弯抹角，我都很直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，
因为现在整个行情里面 三大法人主力大户没有方向，很多的类股会在轮动，类股轮动知道吗？那类股轮动，今天涨这一只你就追那一只，今天涨那一只你就追那一只，你追来追去你绝对赚不到钱啊。那我陈立豪跟你讲，我在这段时间我就是做 AI， 我来回做 AI 就好了。那各位 AI 拉回来，你看我们 AI 在开红盘那一天我们先出了很多的股票，那现在拉回来我们就睁亮眼睛要准备又要去接了，做股票做这样就好了、啊、就像神盾对不对，我们带你带进带出对不对，2月5号买神盾飙两只涨停板，然后告诉你哎，上个礼拜五空神盾，今天 又价差16块，那各位如果再有机会下来我又买神盾，不就是这样做吗？不然你要怎么做呢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，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好不好？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我不会随便送股票，送股票没有意义啊。各位跟着立豪盘中四个半小时我带你带进带出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